拆解完了，左边是完美女友，右边是恋爱盲盒，这两边一模一样，他们什么都没改。李轩，准备起诉吧。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敢直接照搬恋爱盲盒吗？因为你别无选择。 你们就没有怀疑过我为什么敢直接抄吗？哎，你看，这个晚宴邀请的光彩挺多。咱们我心飞扬，舒星宇，明日游 ，LP， 蒲公英。咱们还去吗？去啊！不仅要去，还得风风光光的去。你就穿这个去啊？这有什么问题啊？ 什么审美？数十百点千万十万点，三百万，我没数错吧？哎，你说这，咱们这恋爱盲盒上线，不到半个月，哎，流水300万呀！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一年零5个月就能破亿了！成了，那么俗啊！算账快点！钱，我跟你说，这说明。 这还不好猜，你想现在公司最棘手的是什么事？黑客。喂，怎么样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给我地址，我现在过去。你松开！啊，你们两个的事儿，你们两个自己解决。 别跟这小子客气，听见没有？罗宁，转过来，像个男人一样。这一个男人，你找人对付，啊！做错了事就要接受惩罚。 买了什么呀，大哥？买了个锅。我买的那是。你这衬衫这么皱？当睡衣了。 但你好像都没洗，不脏洗什么？
我穿过呀。所以呢？所以。 所以你得洗了呀。脸皮还挺薄。你和李寻不会还天真的以为，我现在和大学时候一样吧，只能靠能力就能出头？朱月，你有没有觉得现在这个场景好熟悉啊？ 李轩，对付 LP， 你还有后手对吗？你怕他？没错，我怕他，我又恨他。所以很公平，你怕他，他们怕我。 那你怕谁？老子谁也不怕。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，要被判几年啊？李勋被定罪，不好吗？所以你是要，我要送他故地重游。 李寻侯林是吧？有人举报你们非法入侵的 LP 游戏公司的服务器，请你们跟我们回军营配合调查。前不久刚才告诉老李，他这是犯什么事了吧？刚做账没多久，感觉人挺好的呀。功改到期限，不行。正当竞争不过，开始用这些旁门左道了。你们是要毁掉我的七国争霸呀？耍这些下三滥的手段。 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你们等着坐牢吧。上车吧。不了，我自己走。那你小心啊。朱月，对不起。 我没那么严重，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我从小就是这种性格，喜欢跟自己较劲，吃药可以缓解焦虑，你不用那么在意。以前的事情，我也欠你一句对不起。李寻，高建宏有句话说的对。 一个人是爬不了山的，你不能低头，我不允许。李寻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朱组长的朋友，知名画家钱修竹，著名的，认识。 那你现在一个人在这生闷气，那你怎么不去问问他，到底有没有跟那个画家在一块儿？我问他，嗯，你让我问他这些，怎么问啊？谁啊？先生，你帮我开一下门。 谁啊？没人。喂，郭总监，我到楼下了，没有耽误面试吧？好，我马上上来。
朱小姐。 这么巧，好久不见。巧吗？你好像不应该出现在这儿。给你个建议，离我远点。你不用这么抵触我。如果我们有同样的目标，在一家公司也不是坏事。听不懂是吧？我是坑蒙拐骗也好，饿死街头也罢，都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就带着你那个小白脸和了不起的简历，有多远躲多远。 明白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早在大学时期到现在，我就一直期待和李勋来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。这场较量的结果，一定会非常的惨烈。就算李勋再做错了什么，至少他对你一直是真心相待。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不给任何人机会，永远无条件的站在李勋那边。 相比大学4年到现在，他带给我的痛苦和折磨，这一刀还远远不够。你赢不了他的。3年前，我就已经在等这一刻了。我要的不是钱，也不是一家公司。 我要的是尊严，我失去的，他都得还回来。李雪，我认为今天的事情，我要一个道歉不过分吧？你让我走可以，那你考虑清楚，我今天走了以后，我还会不会回来？ 是你的选择。好，你说的。感情用事对大家来说都是负担。你自己想清楚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回家吧，别让你父母担心。 李雪，你今天再往前走一步，我们之间就彻底完了。公主，你有梦想？我的梦想就是。 和我的初恋修成正果。万一有一天我走岔路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那就千刀万剐，罚你下地狱。那还是算了吧。李寻。 自己说的，背叛的人下地狱。方志敬，我劝你最好答应。如果让我发现你在背后有什么小动作，生死我放过你。要是还有下次。 我一定会彻彻底底毁了你！你别跟我说这些，不信。李寻同学3年前破坏比赛秩序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，属于违规。组委会决定取消上一届与他同组的朱韵和高建宏的。 一等奖的名次。
李寻、朱韵和高静红三年内不得参加比赛，宣布完毕。